그럼 做这么多人啊！喝几包避孕药，延时油。你用过吗？我俩没用过。我还有这玩意儿呢。多少钱？290吧。这怎么买啊？要290买的。飞机备用是不是？百分之一啊。这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是那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就是一个大屁股，是吧？你知道吧？它不是一个那什么了？这个大型的还是？这个人买啊？这都卖空了，28的。对呀、啊。38卖空了。这是外科，外科，操！啊？外科。是咋的？就是药呗。药呗。外用的，抹的呗，抹的。龙葵花油，这是跳蛋。什么喀麦威龙金控石套，什么冰泡啊？冰泡。你说那个冰多啊？这冻棒，哎呦我操！120，哎呦。开膛宝啊！哎呀，这是精美人肉感凝聚。弹簧式收缩腹肌杯。还不贵呢啊，小哥。我操，买的这不早呢还。这连着的，你这一验完那个号，哪个号还直接下了。含着。直接开门了就，光就开门了。含着啊。冰块多呀。机器可远程出货，卡货请致电。我操。怎么第一次见？哎呀操！这两个也不一样。
是十六。是不是就